为着要防范雨期的来临，造成饮水的困境，环保局伫个南区湾里联合活动中心举办清教设备以及作业工作观摩会。市长赖清德亲自到现场了解清水沟的流程。环保局表示，现阶段已经规划完善的水沟清理计划，要伫个雨期来到的进程，动员全市的清洁队能力，完成全市的水沟清理。今仔日的作业观摩会，总共展示十外种清沟机具设备，以及整套的清理水沟的流程。汛期快来了哈，所以我们在汛期来以前，我们都会做缜密的整个清沟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说是在南区，选定南区是它设备最完整，而且清沟经验最丰富哈，能够在这边做一个整个清水沟的一个示范观摩，并且我们集合所有的班长来跟队长到。那对于这个整个清沟的这个实务上，可以做一些这个讨论。那我们这次呢，事实上也是邀请市长来，市长他是主动来关心，跟我提的是说我们的清沟人员很辛苦，他想了解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配备，什么样的机具，同时给我们的所有的班长跟我们的同仁加冕，希望在今年呢，我们能够更用心，然后更有机会、更周全的帮所有市民能够做到清水沟，让我们今年汛期来的时候不可以避免不淹水的一个问题。赖市长表示，市长的角色多数的时间拢是亲像个家庭主妇同款，爱将都市打扫清气，让住伫台南的市民感觉温暖、轻松又搁健康。清沟板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不一定市民看袂到，但是伊的效果非常大，千万袂当用应付的心态来从事这项工课。台南市的市民，会感觉讲真温暖，吼、哦，真轻松，住了真爽快，真健康。要落实这款的目标吼，多数的工课拢靠环保局啦。所以讲我今仔日首先来，用来感谢环保局吼，张局长吼，甲各位同仁，大家伫个基层这个工课上，大家辛苦，大家努力吼。经费唔是介济啦，五都比较起来，我看咱的经费上少，但是咱的成绩拢得第一名的吼。咱家己掌声，甲家己鼓励一下，好唔好？哦，真无简单啦吼！头先张局长你讲，讲这个器具无够，哇，家己设计，为家己做，为请人做，咱俗语咧讲哦，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迄水沟遐尼啊深，离遐尼啊远着，若无好的家私工课，那是无法度吼。所以我伫咧遮向大家表示肯定吼。赖市长指出，清沟板的干部要有智慧、风范以及服务的精神，应该要协助里长将清沟的工作做好。大家的目标拢是要让台南市更加进步，所以应该要团结合作，努力得到市民的认同和支持，让市民会当轻松、舒服、健康的生活伫台南市。但是我嘛希望讲吼，因为这个工课真重要，今日来甲大家勉励，就是要甲大家说明。咱在咱为当年的工作拢非常重要，哦，咱是城市这个都市幕后的无名英雄，啊，咱做这个工作无听到，无人无看到，但是伊的效果、伊的功能是真大，所以咱千万吼，唔通用应付的心态，要做做好势，要清清好清气，人有看好，无看到也好。但是，迄个效果若发挥起来，市民生活住伫即个所在较健康，大家安尼袂淹水，较安全，也是讲大家住咧周边安尼较爽快，哇！安尼咱的功德咱就做够啊。今仔日环保局办理清沟设备以及作业工作观摩会，市议员曾玉珠嘛到场关心，为清沟板的同仁加油打气。台南市已经是一个宜居宜市，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咱未来更加予咱家己住伫在地，咱遮个居民，咱个感受更加无同款，甚至会当比以前比以前更加进步。所以市长讲个，真的，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啦吼。好佳哉，恁来代替台南市市民吼，斗分担一寡工课。所以我嘛伫即个所在，代表咱全台南市咱遮个市民，甲恁讲一句感恩甲落力，多谢恁大家辛苦个付出，多谢恁大家，谢谢。谢谢。
环保局表示，最近时常接到里长以及民众的反映，水沟被油脂结轨地塌掉的，影响环境卫生。呼吁小食店以及市场加装油脂分离器的设备，先将油脂分离了后，再将污水排出去。环保局将会派员加强稽查，查有事实，先以口头宣导改善。若无改善，将会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处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